有创新才是未来的信念，坚信我们的创新将带来顾客的成长，我们的挑战将成为消费者的幸福。仅凭此打开了新产业的大门，将顾客和消费者连接起来。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美丽，我们承诺进行前所未有的全新改革。我们始终一马当先，朝着成果前进。韩国科马独一无二的研发人才，以开放且创意性的文化、果敢的投资为基础，此时此刻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技术，提出全新的国际标准，统合化妆品、医药品和健康功能食品研究所的综合技术院，是涉及质地和材质研究、香料、包装设计的世界首个创新融合技术的摇篮。在韩国科马这个所有经验和知识交汇的平台上，从预测美容、健康管理潮流，到商品开发、生产、营销的 All-in-One 综合服务已经开始。我们的创新将带来顾客的成功，韩国业界首个被指定为 CGMP 的尖端智能工厂，严格的六阶段质量体系承诺打造最高的质量，坚持一项产品组合技术只提供给一家企业的一公司一方案原则，提供聚集了韩国科马独有研发能力的技术信息，为顾客提供最独立最独到的定制方案。这是全世界900余家客户公司选择韩国科马的理由，也是成功连接顾客的韩国科马独有的原则。将世界连为一体，引领顾客走向未来，抢先将研究开发和制造技术诀窍在国家市场上如实展现，为当地人提供定制型美容护理方案。我们的平台将继续扩张，以便各自的生活方式、每个人的创意，能够带来多种多样的美丽和健康的价值。顾客将始终受到消费者的喜爱，并作为最值得信赖的品牌被永久铭记。从大韩民国首个化妆品 ODM 企业，到全球美容、生物健康护理产业的领头羊，连接全新时代并将人类梦想变成现实的韩国科马，将作为将顾客、人和技术相连接，实现顾客梦想的全球 No.1 平台服务企业，引领全球美容潮流，将在顾客踏上的所有旅途中连接创新的通道。 Connect for Innovation 韩国科马。